我被当大学校的小学生，更别当大学生的小学校。要怎么当学生？我很知道，我真的不需要在别人教。大学校的小学生，更别当大学生的小学校。要怎么当学生？我很知道，我真的不需要在别人教。福大同学们，快来听向这边，这里是黄玉凯政见发表会。我现在代表福大学生出来选学生会，我不是权力，只是服务各位。你是否疑惑学生会在做什么？让我告诉你，来帮你解惑。为了学生权利，学生自治，为了学生自由，我们站在福建学生站在前头啊！晚上没有的论文照明，你我的有个全新上头烂了，寂寞视频人安全，整个面前真的都是痕迹，明明无影无影，生命到底什么是学生自治 ？Can you please just tell me？ 改变就从今天起。You ask questions, just trust me, 'cause I also want it to be changed, and I'll be the one to make it be。想要做的比起做的远比高高上的多，被怀疑我们到底能不能被信得过？但是我想多余的话什么也都不必说，因为靠行动证明，少说多做，再多的困难我们都能跨越，再难跨越的我们都能超越。不会放弃任何机会，有太多事情需要改变，全部揽下，我们不嫌累。拜拜拜，福大的就有制度，管上学生就是出生之毒。拜拜拜，学生社团的无助，做你后台，思想不要再被禁锢。嗨嗨嗨，学生的发声平台，想要什么我们将为你站出来。嗨嗨嗨，学生的全新靠山，票上口干起大声喊。不当大学校的小学生，更不当大学生的小学校。要怎么当学生？我很知道，我真的不需要在别人教。大学校的小学生，更不当大学生的小学校。要怎么当学？学生我很知道，我真的不需要在别人教。在进学生会，看着对自由的渴望， hustle every day， 为了崇高的理想。今年五月将开始全新的希望， Came a spring， 看到福大的变化。Give me a chance to let me change， cause I'm the one who will let you down。 Go on level for three next weekend， I'm the one who will carry out。